容易，这个蛮好演的，对不对？你们要换顺序的话，现在要换顺序吗？要换顺序吗？我想跟张伟说话，张伟到最后你拍，你又拍了，你猜 ？OK， 可以吗？很好 ，OK，Ready，、okay. 我们让磊鑫来看题目，看了吗？好，准备好 ，Trap， 请转身，好，开始，四个字。哦，啊，有没有？有没有？有，有了， okay. 有了。好，六六六六。好，哎，这是什么蝴蝶吗？你们觉得我应该在弄乱？哇！哎，这是什么？哦哦，六六大顺，六六大顺。哎，我觉得每一演下去哦，它就越来越不像那个人了。Okay, 好，其实大家知道吗？是什么？懂了 ？OK。觉得我演得蛮好。我觉得你演得很好。是了，是了，是了。是你中间卡了两个老鼠屎。对，考验我们真伟大哥的，你看，创意。哈哈 ，OK， 来。我在戏里面就是这样啵啵老老，你是我玩这个。刚才你这样比，就好像讲是六六大顺，是什么？到底答案是什么呢？没有人要跟我讲了，你讲啊。OK， 四个字喽。啊、哦，等一个答案，这就是我的提示。然后我给你一个提示，有动物。的一个成语，有动物的一个成语。哎呦，为什么你叫我这个工作呢？因为我觉得你很有创意，你一定有办法想出来。对，你猜了什么？哦，六个字，六个字。OK， 什么？啊，纽西兰牛对牛弹琴，哎，再鼓励再一次说，哎，他都被他说了嘞，不行啦，我没有听到，我可是哈、哦，虽然这个是一个游戏、啊，你们刚才是有朋友这边讲，告诉我答案、啊，可是跟我出租房子的一样，一模一样，当时我叫那个女人呢。把我的房子出租出去，可是不知道为什么我那个屋子租出去变成一个赌场。哎呦，还好有人告诉我，我打电话报警，天啊，抓到我没有罪，要不然我的屋子要充公。所以那个女人要拿来打屁股了，那个 agent 这个姚一山啊。哎呦，好了，对牛弹琴。OK， 对牛弹琴答对，掌声鼓励。